十三哥，打仗的事儿我不懂，但这三教九流的事儿，您能有我通吗？哎，如果你要加入我们八路军啊，是要跟着我们大部队南下离开扬州的。哦，你这帮孩子们怎么办啊？哎，这你放心，那帮孩子我肯定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就这帮小兔崽子，我是拿他们当亲孩子养活的，我怎么可能再让他们回到街上去呢？你听好了啊，哎，我们八路军呀，规矩很多的啊。好，以后你把你身上这些小混混习气都给我好好改改。啊？不是，什么意思？这就算入伙了？你说你平时挺机灵个人，怎么这时候什么话你听不出来啊？啊？哎呀！有！陈爷，这事儿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。哎，咱得斟酌斟酌。哎呦，这事儿您帮我办成，我能亏待您吗？啊？哼，你还亏待不了我，你能给我多少钱呢？啊？我能这样，您开个价，把手拿开。别跟我拍拍打打的，啊！就算你能给得起这个钱，我得有命花呀。小八子，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没安下好心呢。我没，我把八路给放了，完事我这脑袋瓜子不得搬家呀？我要不是看在我们七八年的情分上，我现在就把你扭送到日本人那儿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这陈队长说了，前两天啊，是抓进来几个八路，但一听说要放了他们，哎呦！那话说的，给多少钱都没戏。哎，看来啊，是我们把问题想简单了。这个剃头店还真得开下去啊，而且我们得做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啊。哎，八子，嗯，这监狱除了穿军装啊，就再没人能进去了吗？哎，嘿。我有一法子，不知道行不行？你说说。就是监狱啊，每隔三四天吧，总得往里送一批粮食蔬菜什么的，要不然咱就扮成送粮食蔬菜的混进去救人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对这监狱这么熟悉啊？哎呀，大姐你看看啊，就这么跟您说啊，鬼子没来那年我就进去过了，那年我十二了，那就这么算下来，我进那监狱没有八次也有七次了。是吗？八姐，啊，真光荣啊，这都成为你小子吹嘘的资本了。哎，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法子，只不过那送菜的好说话吗？哎，十三爷，只要咱手里有这个，没什么办不成的事儿。八子啊，进监狱这么多回了，里面的地形都该熟透了吧？这个就是那个监狱，据说前清的时候就有了，分前院跟后院。前院一般关的都是普通的犯，后院关的全是重刑犯和死刑犯，全封闭的，外边看不见里边。我估计你们那个团长啊，就关在这儿。行，就这么办。我们把枪和手榴弹都藏在粮食和蔬菜里，进去之后夺了制高点，我带人开始找团长他们，三员带人负责在外面接应。哎，老总，哎呦，那个，我们是来送菜的。哎，对对，我们是送菜的。送什么菜？别走，这不说好了吗？每隔三天往里送一批菜，这里边的兄弟这还等着开火呢。我说话没听见吗？赶紧滚！走吧。啊，走，后边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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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快点，快点，走了，走了。咱们会露馅了吧？不是露馅了，周边的小贩都没有了，而且他身上有血，肯定是有事儿了。
躲起来，快，快躲起来！见面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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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，监狱都敢劫呀，这肯定是八路，肯定是八路干的。这伙人火力怎么样？盒子炮步枪一看就是打过几年仗的人，这么兴师动众的，看来咱们是抓住大鱼了。什么大鱼啊，让八路混进城了，这下事儿可大了。去，把哥哥据点的兄弟都给我调回来。这，哥，城里的部队已经够多了，八路军就算进了城，也没多少人。不行，这事儿能含糊吗？去，把部队给我调回来。可是人都撤回来，那据点谁守啊？还守个屁呀！现在守老子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接电话去。是，是，是。谁啊？大哥，藤原太君请您过去一趟。你瞅瞅吧，这肯定是劫狱的事儿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行了，疼就叫出来，这有啥丢人的？男子汉大丈夫也有流泪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，哥们儿，都这节骨眼了，还信不过我们呢？信了。哟，这能从你嘴里听出一句完整的话，还真不容易，更何况还是一只蟹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俩玩命的时候碰到过两回了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咱俩是有大缘分的。我呢也不跟你藏着掖着，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都是奔着这劫狱去的。怎么样？咱俩联手干一票大的啊！
别以为你们救了我，我就能念你们的好。上次我帮了你，这次你帮了我，咱们算是亲了。哎呦，行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没看出来吗？人家看不上你。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这伙人现在是什么部队还不太清楚，不过从战斗力上来看，这绝不是一般的土匪啊，这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堂堂的扬州城混进了共产党？咱们监狱里不是关着几个新四军吗？这回又抓了几个八路，这没准是共产党派人来救人了。不过这是什么部队我就不太知道了，我已经派人加强防范了。不过这城里的治安还得靠皇军的宪兵队。不用你教我怎么办，我自有分寸，谅他区区几个共产党闹不出什么动静来。这几天你的人要在城里加紧搜捕，说不定他们还在城里呢。明白明白。还有什么事情啊？藤原太君，你看这回共产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救人，是不是在监狱里关了条大鱼啊？我看是不是抽空抓紧审问审问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不过不着急，这几天我先去大本营参加个会议，等我回来再做安排。不是，藤原太君，下去吧。这经过这白天这么一闹，城里戒严了不说，监狱里肯定管得更严。咱们再想劫狱啊，就不好办了。我在想啊，其实咱也不一定非要从外边闯进去啊。啊？哎，小伯子，有啥办法能让我们蹲个监狱啊？你干嘛呀？蹲监狱？想要拿铁扇公主的扇子，先得钻到她肚子里面去啊。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，十三哥，咱别的不敢说，蹲监狱这事儿太简单了，我拿手啊。哥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，咱们今天救的那些人连夜悄悄都溜走了。啊？溜走了？啊？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就走了？对啊，这忒不讲究了。这帮人不简单呐，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咱们眼皮底下溜走。哎，算了，走就走吧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迟早是要走的。来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哎，商量商量。哎，你，过来，你干什么？造反呢？瞪着眼珠子干什么呀？哎呦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，快点，出手！放下，给我蹲下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让你骂他，你打他干嘛呀？你总给我使眼神，我哪知道你让我骂他，让我打他呀？哎，我是领导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能不能废话呀？你自己咋不骂呢？说啥呢？你去骂，磨蹭啥呢？走啊！走！哎，谢谢你啊，爹。哎，兄弟，这是今天送过来的人。怎么又送来俩人？这人挤的都没地方睡觉了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我不管你们是在哪条道上混的，干什么的，混哪个码头的，谁是你们的靠山，在这儿你们只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狗。你们是死是活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，如果你们想活着待在这儿，就要守这里的规矩。这里的规矩有两条：一，老子是这里的天，是皇帝；第二条，记住第一条，记住了，能从这里出去的机会我有两条：第一，被人抬出去；第二，主动放出去。你们两个如果有想要逃出去的打算，我劝你们
现在立即马上给我打消这个念头。自打我当上这个监狱长以来，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逃出去。前几天有一伙人端着枪要冲进来，最后还不是丢下几具尸体屁滚尿流的仓皇而逃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老总，我叫武三儿。犯什么事进来的？把警察给打了。我安静点。哎，这是你吧？是你吧？记住，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把头低下去。是，老总，小的武三儿初来乍到，请多关照。这还想句人话？行了，把他们带到号子里去。没事啊，老陈。队长，把那个叫武三的给我盯着点儿。我看他的眼神和其他犯人不一样。放心吧，陈哥。不是啥意思啊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敢欺负我哥啊？哎哎！第一次进来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但凡是进来过的人都不敢像你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乱看。兄弟，知道这《水浒传》里的人进牢房前都有个规矩吗？什么规矩？杀威霸。把门打开。是。爸，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？这不是我们家杂物间吗？怎么还派人守着呢？沈老爷，他好点吗？好些了。老崔啊，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想你也是个明眼人，有些话该说，有些话该烂在肚子里，这你应该清楚吧？放心吧，沈老爷，出了这门我就当从来没来过你这儿，告辞了。哎，爸，怎么都是受伤的人呀？沈伯伯，咱爷俩没那么多礼数。多谢沈伯伯收留我们，我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，也不会来打扰您。我知道您收留我们，就意味着把全家人的性命架在刀口上。您放心，再待几天，等城里风头过了，我们就走。傻小子，你给我把伤养好了，要不然休想出我沈家的门。你只管养伤，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。来，阿梅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儿，这是冯静轩。你好，我是沈洛梅。活该！不是，你怎么不还手啊？打是能打过，我就爬了我的顶儿。不是，
那咱也不能忍着呀。咱才刚到这儿，收敛点脾气不是坏事啊。哎，你帮我摁摁，疼死了。这这这。哪儿啊？这儿啊？这儿这儿。好嘞。啊，轻点儿。啊。哎呦，我可真服了你了。哎，你看到昆团长了吗？还没有呢。不是，那他是不是没出来啊？我都问过了，这儿的所有犯人，这个点儿都会出来放风。对了，咱可以找小八子的朋友问问，找他问问呗。谢了。哎，对了，怎么称呼您呢？哎，这里的人都叫我老皮匠。说这牢里是个江湖，我在这儿待了快20年了。要我说呀，这牢里的世界比外边的江湖险恶多了。所以你们在这里头要想好好的活下去，就得知道这儿的规矩。靠墙根的那伙人是河南帮的，为首的叫青面兽，眼下是这里头势力最大的一帮。站在中间的那伙人是山东帮，也是这里势力很大的一帮。他们和河南帮始终在明争暗斗，为首的叫花猴子，他们背后的靠山就是这儿的牢头，叫鱼头。刚才打你的那几个人就是山东帮的。要想在这儿混得开啊，不受欺负，最好是选择一个帮派加入。那您是哪个帮派的？哎，谁要我这老头子呀？青面兽，那不是小八子在监狱里的朋友吗？咱可以找他帮帮忙啊。没错啊，看来他现在混成一个小头目了，找他帮忙不就更方便了吗？就是。发生侵占以后，鬼子就把咱们大家伙都关到这儿了。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件好事，咱们可以一起商量事儿，一起干点大事。我现在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扬州监狱的临时党支部就算正式成立了。太好了，
首先，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一致推荐我，让我当了个支部的党支部书记。敬礼了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，一定带领大家和鬼子斗到底。嗯，对，斗到底。另外。 我们有些同志，有些是八路军，有些是新四军，还有其他部队的同志，但是大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，所以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宣誓，我宣誓，我宣誓，绝不叛党，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。 绝不出卖我们党和军队的机密，和日本鬼子斗到底！和日本鬼子斗到底！来，不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青面兽一死，咱俩在监狱里头可就两眼一抹黑呀。 何况，这关坛长关在哪儿，咱都不知道。现在还有一个人，也许能帮咱们。谁啊？一体何事？急に我らを呼び戻して。 赤川きっと伏原君でしょう。どうも、俺は浅野俊二、命令を受けて要所に進駐する。命令？部隊の進駐はなぜ俺を知らない？よし、下級司令部に電話して確認する。 これは本部から命令です。状況は犯人を逮捕するために東上に通った男、現地の部隊は協力してください。こいつはどんな犯人か知らないけど、なぜこんなことを取るんだ。時間も 早くないか。伏原君もわざわざ戻ってきたし、疲れたと思うけど、明日朝からこの指名手配を配ってほしい。それでは失礼します。待て、あんたたちはいつ要所から出る。それはいつか奴を捕まえたって決めた。 《三国演义》啊，这本书我看了20多年了，这里面有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我也看《三国》，不过我不认得几个字儿，基本上都是听说书先生说的。老哥，既然你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知不知道最近？ 监狱里面抓了一批八路，你问这干什么呀？你要是知道的话，能不能告诉我？你要是能活过今天，我就告诉你。 兄弟，这杀威棒不是一次就完了吗？还挺那种的，小子，我告诉你，鱼头已经关照过了，要我麻子对你。
好好照顾照顾。大哥，别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呀，就想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。你放心，这号子里头啊，以后还是你说了算。但是，千万别惹母子。爸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呀？他爷爷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，他带着一帮人救他爷爷，结果失败了。这小子也真是个愣种，日本人的监狱是那么好劫的吗？他是干什么的呀？胆子怎么那么大？之前他在北平参加一个铁血锄奸团，听说是一个专门杀日本人和汉奸的学生组织，后来是被自己人出卖了。他们那个组织死了很多人，他在北平也待不下去了，就跑了出来。再后来听说自己的爷爷还活着，还在监狱里，他就跑到扬州城来救他爷爷。看着年龄跟我差不多，没想到那么厉害。爸，要不这样，你托托关系把他爷爷给救出来。这我也想过，也托人打听过，但是目前监狱里好像关了不少共产党的人，所以监狱管得严了，救人也不是那么容易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收留他，治好他的伤。爸，你先喝水。哎，大姐来了。小八子啊，你说这五十三和黑蛋都去牢里两天了，也没个动静。我想着，要不你去牢里看看他们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去，你放心吧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坏事了！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儿在街上我看见这，哎呀，你瞅这脑子，哎，你俩自己看。之前呢，这院子据说关着几个新四军，这不前一阵子有劫狱的吗？这日本人呢，就怀疑这些劫狱的是冲着新四军来的。这以后呢，就在那边单独隔出一间小院，把这里头所有的共产党全都圈在里头。我想你要找的人应该就在那边。你以为咱们光成立个临时党支部跟鬼子斗争就够了？老关，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别跟我绕弯子。咱们得想办法逃出去，横竖一死还不如拼一下。嗯，我同意。这两天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。这件事儿啊，咱俩先商量商量，不能让太多人知道。好，你叫武三吗？是，我是武三。咋了？有人来看你，跟我走吧。好吃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方大姐她亲自做的。包子，最近我没在家，家里没发生什么事吧？家里这没什么事儿，有事的人是……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哪知道啊！哎，不过方大姐可说了，你这个
就算报过，你得赶紧从这里出去，到城外躲一躲。救人的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吧，你甭管。我这好不容易混进来，事儿没办呢，怎么出去啊？不是，哎呀，没事儿。就算我暴露了，日本人打死也想不到我会混到他们监狱里边去。你回去告诉他们，我待在这儿最安全，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了。你不是说救你们团长吗？怎么样啊？日本人把这监狱啊分出了一个小区域，弄了一个院子，把抓来的战友全关在里头了，平时没人能进得去。我最近在想呀，有什么办法能混进去，跟同事们把头接上，让他们知道我是来救他们的。这简单呀，你们找青面兽啊，这王八蛋欠我人情呢，找他好使。死了？什么？朝野俊次、シカンダー校参謀が卒、前は関東軍参謀課第三課課長、かつて参謀本部の角と呼ばれた。藤原優、47歳、最難学校公平卒。だが彼が卒業した時の成績は全国逆出第2位。おじさんたちは陸軍で高官を務めている。だから本部の命令をもらえるんだ。総助の人がいるんだ。総選は古董品の商売してた。彼は本土の予備役に就役した。振り切れの戦績もない。昭和16年彼は中国に来た。細かい対新四軍の先導しか参加して。あの武士さんは何者だ？武士さん、元名は武者。元は武者の理髪師。父は武者の反日暴動で殺された。そして八路に参加した。その後八路の連城になった。山東省に何度も法軍に面倒をかけて、シャワンジャンの戦いで400人で法軍2000人を受け止めた。しかも夜で引き下げた。武者の最高指揮官中村正雄も彼にやられた。こんな履歴を持ったやつはなぜ楊州省の指揮官になれる？早野君、聞いた話では彼の家族が陸軍の上層を廃炉したらしい。こんな重要な職務をこんな奴に任せると。ただ一人の連長こんな戦績を持つと簡単ではないな。でも結局は連長だし、このような行動をとってあだいしないよ。这个十三哥他们现在还真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。什么麻烦？我不是介绍一朋友在里面帮他们吗？啊。前两天让人给杀了。杀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他们现在在里面怎么办呢？现在就是没人能帮他们了。小八子，你不是在里边朋友多吗？是不少，但是现在活着的那就没有了。那你进去呗。这你在关键时候不是还能帮他们一下吗？嘿，大姐，别闹了，就那破地方，打死我都不进去。不是，我这不是让你去蹲监狱，我这是让你去帮助他们呀。这说来说去，这不还是让我进去吗？哎呦，您真以为那什么好地方啊？就这么跟您说，一天少不着，一天我都不去。哎呀，某些人呢，口口声声说要好好表现，这真到了关键时候吧，怂了，怂了。哎，不是大姐，这话可得说清楚啊！就可这扬州城，你打听打听，有人说过小八子怂吗？不怂啊！啊，不怂你去呀！啊，我。说咱有什么法子能混进去跟被关的同志们接头呢？我倒是有个好法子。这样，咱俩说咱俩是八路军，咱俩就可以混进去了。你不是，咱俩都不自由了，你怎么进去啊？
看啥呢？你俩看什么呢？没啥没啥，我们瞎溜达呢。走。吓我一跳你。呀哈，嘿，陈哥，哟，眼熟啊，这不是小八子吗？没安生几天，咋又进来了呢？哎呀，我跟您说吧，你以为我想来啊？要不是因为，哟，因为啥呀？因为我倒霉呗。小八子，